大家早。早。开学了。刚刚我想主持人讲的真好，唱的真好。青春不要留白，大家是来创造记录的。今天这边跟大家稍微简单说明一下，我想，在最近我们做了几件事情，其实是值得大家互相击掌的。第一个是大家不断的努力在耕耘我们的主顾客，提升我们的服务。今年的第三季，也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，我们的服务评比全省第一名，大家一起鼓掌一下。这是我们平常默默在做的，由外部来评比，由内部来评比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注意自己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客人，我们得到大家的肯定，这是今年的第二次了。那我想大家都看到我们今年准备的两件事情，市场已经准备两年，就是地下二楼跟五楼的改装都在九月的下旬跟十月的下旬完成了。事实上，虽然今年景气没有这么好，虽然登革热一直影响观光客来到台南，但是上个月我们的成绩全馆成长了将近3%，这是在整个不景气当中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，也让大家更有信心去面对今年的周年庆。13年了，我们要给台南的客人更好的环境、更好的服务、更好的商品。当然今年的促销也比去年更多，我们一起来继续把台南西门店继续成长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加油。